家好。刚刚是说上课还是下课啊？上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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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课。好，上课。上课啊，不用那么辛苦了啊。真是精进。Next song is an old traditional bluegrass song. It's called Blackberry Blossom. We're doing it in our own special.
首黑莓盛放 Blackberry Blossom 它是一个蓝草音乐的代表作，然后 David 跟我说，玉凤你如果学这首歌你到美国就可以跟任何人去 jam 去比赛，然后这首歌起源的速度很快，然后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谈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决定，你知道它就跟跑百米一样，就是比赛谁先到终点，然后每次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会，你知道那你如果变成一个卡通画面，就是两个战火燃烧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比赛，然后总共有三次的机会，然后到最后看谁先持得点，我觉得比赛谁的速度比较快这样。那当然因为其实